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哈，电机博士。今仔日才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啦，交换什么知识呢？黑德兰高教师长朱进章，一干公务人员等，你们会没有退伍金、退休金的。蔡英文之乱，就是靠你们这群公务员掩护，才有今天的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。哇，乡亲啊，这下精彩精彩！我的 headline 哈，有时候呢，时常就是我的结论。好啊，我所谓高教师长朱进章，嘿，我们讲教育部的高教师长哦，或许教育部长、高教师长，还有政大校长、副校长、人事处的处长，还有要中央图书馆什么朱淑贤吧，哈、哦，等一干人等哦，你们掩护蔡英文，我现在把蔡英文这个假博士的这件事情呢，我当成哦蔡英文之乱，蔡英文之乱，我定义他蔡英文之乱，我让乡亲大家哈、哦、听好清楚，来个听一遍哈、哦，来 headline 教育部高教师师长朱进章一干公务人员等，你们会没有退伍金、退休金的。蔡英文之乱，就是靠你们这群公务员的掩护，才有今天哦。来，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。电机博士曾淼宏是安尼啦哈、哦，这个乡亲哦，咱唔知有听过无哈、哦？我这里在归档的军人哈、哦，我们呢、哦？来，给咱乡亲介绍一下，什么叫做东京大审？什么叫做柳伦堡大审？我不知道您有听过无啦？哈，新嘛哈，史称蔡英文之乱呐。那总共哈，以经济学长中短期的效应来讲哈，在短期间呢，蔡英文执政可能要执政哦几年，四年、五年啊。哦，我们在台湾的发展历史上，我们称它叫做蔡英文之乱哦。包啊，我给咱加公务人员讲话好了，包庇犯罪，视同犯罪的一份子。台湾人哦，绝对不可能原谅恁的啦哦啊，所以讲哦，社会利息，社会利息是歹吧？英国伦敦大学准备公布蔡英文有没有口试拜把，而且、哦、他的口试人员的名单两个人、哦、internal external 校内的校外的通通都要出来啊，实际上他根本都没有考试嘛、啊、我们来看、哦、这个 United Kingdom 伦敦大学、哦、他到底、哦、要怎么相片这个法律的美感、哦、我们慢慢等啊，如果哈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属性哈，蔡英文都无可能有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嘛，所以讲呢，伊无可能有口试嘛，也无可能有歹吧嘛，尤其哦，想个点啊，伊根本都无考，无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嘛，伦敦大学怎么会让你读两年就拿到哈这个法律的博士？哎、欸，无可能的代志，对头到尾哈，拢是哈。党国体制之下掩护嘛，啊，这样、哦、这很清楚的啦。你再说我彭正博士、欧崇俊博士、贺德芬教授、林欢强博士出来讲说、哦、你根本没有博士，你在讲我们、哦、是中共的同路人都没有用。我们这些人，哎，那几个破除共，两个破除共，三个破除共，你没破除毫无疑哈、哦，这是最清楚的呢。加一个共都黑啊啦。啊，即摆是遮尔侪破事拢徛出来，讲你无破事好威，啊，这里是事实啦，这里是事实啦，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这个我所讲的公务人员，哈、哦，包括哈、啊，包括哪些呢？哈、哦，近代政治大学一干人等，尤其教育部高教师长朱进章，我看你在立法院
接受陈协盛的执行的时候，那个油腔滑调，那个遮遮掩掩，哎，跟他蔡英文是你兄弟，哈，兄弟很好，人家数钞票，哈，你就回家慢慢哭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一个事务官哦，你是高考毕业哦，你是高考正常任用进去的，领导的无阿囝，需要你起，啊，你这样油腔滑调，你以为蔡英文会让你从高教师师长？我相信你这个高教师师长是事务官一路在高教师里面一路上去的。我相信啊，或许是哈蔡英文把你提拔上去哦，这都不要紧。反正呢，蔡英文他是标准的，他就是没有博士嘛，他没有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，他怎么会是博士嘛？啊，所有后面送进去的论文全部都是蔡英文之乱下面的产品，但是你们这些公务人员却一路帮他遮遮掩掩。你们哈、哦、公务真的公务员不要干了，不要干了，不然就哈、哦、赶快去找法院的协商，哈、哦、认罪协商。来了，我今嘛哈，以我哈扎军人，我们对军人所有发生在世界上的历史，我们对非常的考证的。来了。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国内公务人员哈，哦的操守，哎，你做事情，你国民党跟共产党啊，哎，国民党跟民进党相互执政，跟你们事务官都完全没关系呀、啊。你只要把事实展现出来，啊，你要选边站。来来来，给你介绍一下哈，东京大神，问这军人呢，你在归当的军人啊，什么叫东京大神？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哈，会引发亚洲战场，日本，哈，哦，日本，哈，哎，这个东京大神，神日本东条英机，日本的陆军大将东条英机，哈，纽伦堡，哎，东京大神啊，至于欧洲那边呢，希特勒是如何引发希特勒跟那个日本是如何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？啊，就这边。是日本东京大审事后，澳洲一边是纽伦堡大审事后，纽伦堡大审就在德国的战，德国战败嘛，就在德国的纽伦堡哈、哦、开审，哈、哦、相关人等全部哈、哦、来，咱卖公的澳洲去，卖咱先公在东京较紧较紧较紧，来人事时地物。我现在把东京大审的人事实力物哈，单单给咱雄亲报告一下。时间是1946年的2月开始，地点东京大审的地点是东京市谷的原陆军士官学校大讲堂。吼、哦，陆军士官学校大讲堂，听讲这个蒋介石。就是在这个陆军士官学校，他没有毕业，他想哈、哦，也是想哈、哦，跟蔡英文一样，把他的名单哦丢进哈、哦、陆军士官学校，让何应钦他们这些真的是陆军士官学校，应该是何应钦呐、啊，哦，也是日本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，哎，可能何应钦是四期五期呀、啊，那时候蒋介石哈、哦、只是在那边哈、哦。过个水根本就没有读下去就跑回来了啊，他也想说是他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历，没有，他想哈、哦、哎、欸、大概给他们这一期的士官哈、哦、一些我看呢看能不能塞进去，也是陆军士官，但是他没有这个情形，蒋介石想要变成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你不能，也是没有成功，他这样塞进去，哦，蒋介石的例子，来，蔡英文他也没有哈、哦，没有伦敦大学政经学位的博士学位，哦，他也想这样塞进去，哎，历史一直在重演，历史一直在重演，没想到哈、哦，乡亲呐，起码发生在咱身躯顶，哦，蔡英文。想把他的假学历塞进伦敦大学，用钱塞进去。现在是21世纪的资讯时代，他干得成功吗？蒋介石这就跟哈、哦、
国民党的党国体制里面的蒋介石，他想把他陆军士官的学历哦塞进哦，透过大概说何应钦哦，他们透过哦把他塞进去，都没有塞进去，所以说常客来东京大审的人员哦，被审判的人员，法庭呢将战犯的罪行分为甲级、乙级、丙级，就是 A、B、C 级哈、哦、啊，审判的结果。绞刑、东条英机啊、哦，终身监禁、有期徒刑，判决前哈、哦、病死，惊死呀，惊死呀哈、哦，啊，还有自杀，自杀。纽伦堡大审啊、哦，德国空军元帅经不住哈、哦、压力，挺不住压力，戈林空军元帅戈林自杀。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台湾发生这个。这个蔡英文之乱，哈、哦，阿瓜的用我专业，我干了二十多年的军人，哈、哦，我哈、哦、所认知的，离现在最近的，哈、哦，等于说世界来讲，啊，亚洲战区的东京大审，欧洲战区的纽伦堡大审，所有被抓出来拖出来的，哈、哦，不是绞刑。就是终身监禁，就是有期徒刑，就是判决权病死，惊死的，啊不就自杀。哦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家公务人员，哦，我所讲的公务人员，我看那个教育部高教师师长朱进章，你那个油腔滑调，你那个遮遮掩掩，一看就是犯罪的同伙，你跑不掉。我跟你讲，咱阮台湾人看就清楚了，今仔日吼。是你发挥了150%的力量来掩护蔡英文的，是你带动，然后政大一干人等全部公务人员，还有包括国史馆馆长，可能是朱淑贤来什么东西的，你们自己注意，你们都是高考，哎，台湾的科科不要喝课呢，您读大学，读大学毕业以后吹头颅，讲啊，这家公务人员看嘛，哎，你们花了很多的精神。考上高考，然后呢，分发到公务单位去干事，一路哎，从哦可能哦六职等、五职等、六职等、七职等，一路干到高教师长，干到国史馆馆长，甚至于你们拿硕士、你博士，你们干到政大的校长、系主任哦，哎，你们不好好干。你们事务官所有两党的轮替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啊，你们只要把你们的那个分寸做好就好了。但是你们哈、哦、在蔡英文之乱下面哈、哦、协助掩护犯罪，视同犯罪的一份子啊。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人家公务人员哎，歇敌哈，哎，歇敌这里在归档的军人呐、啊。哎，我们在干的过程，我已经干了20多年了。我们的薪水有很多都一直在累积我们的公务人的退休年资呢。退伍退休的年资，有这种年资，好、哦、领退伍金、退休金。我们后面的下半辈子，甚至于现在，我们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。但是你们只想到眼前的短期利润，你们去掩护蔡英文。我讲出个真的，蔡英文在数钞票，他有没有把钞票丢给你？你们这些人啊，他妈恐控哈、哦！你们协助犯罪，视同犯罪的一份子。东京亚洲战区的东京大审，欧洲战区的纽伦堡大审，就在等候着你们哦。台湾人哈、哦，看你这阵哈、哦，真正哈、哦，没有来给你搞个东京大审、纽伦堡大审哈、哦，真正哈、哦。来，真正哈看不下了，到底是谁下的命令？有没有纸条？你们有没有把那个纸条？因为这是违法，你主动违法，那你就第一名战犯。如果是上面交代，上面交代，那你有没有留下纸条？口头交代要求哦，口头交代哈，虽然哦口头交代，但是呢，他给你一翻两瞪眼说没有啊，我没有讲啊，嘿，那你就死定了。钞票人家在数，你的长官在数，但是呢你哈、哦、在那干瞪眼，所以说你要自保。以前我当公务人员，
我认为这个违法。我以前在国防部当参谋的时候，我们所做出来的评估案是这样子，哎，可是长官就说不行，要改变结果，要求啊，好，我签上去，我把签呈啊、哦、留下来，当年我是这样子的，是你交代的，我们都会留下来。哎，我看到第一个纸条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长官交办那个纸条，你要把它留下来，不然的话你不要主动去迎合长官交代。我记得哈、哦，我当年被长官交代的事情，一张纸条写得很清楚。国防部会议里面，总长哎，那时候交代我说，这个曾淼红，三金大学电脑中心上校主任曾淼红，现在国防大学哈、哦、要在巴德哈、哦、整个园区，要转到巴德怀生机场那整个营区，那整个营区的网资讯通信的规划、哦、要使用 Voice over IP VoIP 啊，当时差不多哈十八九年前哦，我一看到 Voice over IP， 哎，这个名词我听过，但是怎么搞我不知道呢？哎，这一个国防部的中校参谋拿了教科书给我看，然后呢，我说哎，兄弟啊。你怎么会拿一本教科书的东西来叫我做出 Voice over IP 的规划？教科理论跟实际之间的差距是需要哈、哦？他说对不起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这是总长下的，总长下的命令的条子在这里，你看一下。我一看，哇塞，我引用起来，我引用起来，哎，总长亲自下指条子。要我国防大学的签校案到巴德营区使用 Voice over IP 啊 VoIP 啊，要求啊，好在我下面、哦、有嘿最强的义官阵容把这件事情解决掉。所以说长官交代你给你的小纸条上面写的什么东东，你要把它留下来，你如果没有把它留下来，你要赶快、哦、认罪协商，认罪协商，我台湾人吼、哦、绝对无可能吼、哦、原谅恁的，因为吼、哦、看朱进章在那边吼、哦、嚣张跋扈、油腔滑调那个嘴脸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人看就感冒，台湾人真正看就感冒，因为你就是蔡英文之乱的犯罪的一份子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甲咱乡亲。含咱乡亲交换知识啦，做公务人员，我来做二十几、二三十档啊啦，哦，做二十几档啊啦，做代志也没干。哎，我们本着良心做事啊，长官你放话，我要留下小纸条，不然你试着看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留下小纸条，长官绞刑，你监禁，终身监禁，哎，一样。哦，所以讲哦，来，这里是今天的我 headline。高教师长朱进章，你们一干公务人员等油腔滑调啊、哦，这个视同哈、哦、犯罪的一份子，你们会没有退伍金、退休金的。蔡英文之乱就是靠你们这一群公务人员掩护，才有今天的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哦。那这光十几嘞？3月24号，只要伦敦大学那边公布蔡英文根本没有口试，他没有博士论文指导老师，他没有口试，他没有买吧？哎，这样一出来，人民就惊上街头，街头啊！我搁知影，那民进党恁内底一挂哦，把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哈、哦，哎，靠人民走上街头，你们内部不自检讨的话，我看。以蔡英文加新潮流，恁这个系统，这个民进党这关吼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等着接受人民的审判。OK， 今仔日看咱家乡亲交换知识到这 ，OK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